近日，郭涛接受媒体群访，大谈石头的趣事以及自己的育儿经。记者问老郭，儿子更喜欢哪一型？他哈哈大笑 ，Cindy 和 Angela 都是特别可爱的姑娘，我也不知道，但他们三个的关系都挺好的。给完官方回答，老郭又透露一个秘密 ，Angela 当石头是哥哥的感觉好像要更强烈，而 Cindy 每次眼中流露出怪怪的目光，也挺有意思的。上节目的五位小朋友中，六岁的石头是年龄最大的一个，他也成为孩子们的领头羊。为不敢单独出行的 Kimi 壮胆，替年幼的妹妹王诗龄提菜篮，尽显大哥风范。Cindy 和 Kimi 都曾表示最喜欢和石头哥哥玩，而网友们也热情地帮石头在节目中物色媳妇。怪力萝莉 Cindy 因曾公开表白而被认为是最佳人选， Angela 也被认为跟石头是小公主与土豪的绝配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